傅城这天和爱妻方圆十指紧扣亮相马场，为爱妻武士精神出赛打气。经纪人小美跟排舞师黄国荣也有现身支持好友的爱妻，程程对爱妻成为赛前大日显得相当开心，应该很有信心拉头马喽。你问你马师有点，你问你马师。贵为马主的郭富城领着太太跟好友们一起走到马圈，跟爱妻的练马师、骑师等交流，又拖着太太往贵宾专用看台观看爱妻出赛的过程。郭富城全神贯注看着比赛，神情相当紧张，最终武士精神得了第二名。程程也侧着头显得有点失落，虽然未能拉头马，不过他最终挽着太太面带微笑离开看台，希望爱妻下一场有更好的成绩吧。香港报道。